34岁美国女演员安珀赫德 Amber Heard 以 DC 电影《水行侠》女主角梅拉这一角色虏获无数观众的心。她跟前夫强尼戴普 Johnny Depp 的纠葛也引起大讨论。安珀赫德先控诉强尼戴普，后来媒体曝光两人的协商录音档，她亲口承认自己朝对方动手，引来网友挞伐。网友们认为安珀赫德满口谎言，甚至发起联署，向 DC 要求让他退出《水行侠2》班底，并建议换成艾米莉亚·克拉克 Emilia Clarke 在续集中出演梅拉这个角色。艾米莉亚·克拉克曾在《权力游戏》中饰演龙后，跟杰森·摩莫亚 Jason Momoa 饰演的卓哥卡奥是夫妻。如今杰森·摩莫亚饰演水行侠，艾米莉亚·克拉克如果饰演女主角的话，两人就能再次合作了。目前已经有9000多网友联署请愿，希望 DC 更换《水行侠2》女主角的演员，但也有一些影迷认为，安珀赫德在第一集中表现出色，他饰演的梅拉深入人心，换人的话没办法保留原来的味道。